是蒙中国分会和亚盟中国总会是从上午九点钟起在台北市中山堂举行今年度的肺炎代表大会，有代表200多人参加，由理事长谷正刚担任主席。会中严副总统曾经应邀致辞，他说：“中华民国反攻最早，也是反攻最烈，也是反攻的经验最为丰富。” 反攻的行动是最为积极，国会配合了反攻的不撤，适应时代的要求，接受推行的各项工作，也就是最具号召的动员奖励。今天，国际间以谈判代替这场的礼物，助长了构案的心理，无论。 共产势力一时如何的疯狂，如何的残暴，世人呢，则在无效用的畏惧，也不论反攻形势一时如何遭受渗透，世人也都无效用的气馁心灰。谈判不能代替对抗，谈判无法达成和解。今天。 若干民族国家的当政者还是昧于见识，犹豫成见。对共产邪恶势力的阴谋诡计看不清楚，我们必须将共匪动乱的变化一一指出，将共匪错误的外衣全部揭穿，从而阻遏出息的遗留，提高道德的勇气。 主席谷正刚也在大会中说：“我们要重要，要回应美国，第一，终止与中非关系正常化的政策；第二，检讨美国对共产的覆盖政策。” 原来是向华帝为由，但结果分成第六部分。第三，要放弃强权秘密外交，第四，加强中美的民邦关系。中华民国与美国的民邦关系，对于亚太地区的安稳，具有。 决定性的作用，第五，重振自由自改，团结一致。现在，我们反共的奋斗正迈向一个新的阶段。我们市民、亚民、中国总会必须在以下的各方面加强我们的努力。我们要强化我们全国。 和会员团体的广大力量，在海内外积极核心筹谋九国联合行动，展开总体外交，扩展我国的关系，突破敌人对我孤立的阴谋。我们要号召国内各国爱好自由人民。 以青年一代，建设起反共的大力，集结和全世界自由力量，对国共党、对国际共党的腐朽主义展开全面的斗争，发挥市民、人民、国际反共联合阵线的作用。在今天的大会中，也邀请了政论家李连演讲世界反共人民的。 自觉和责任，也讨论了未来一年的会晤，改选了99位理事。